everybody, my name is Kaiyuan。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后这些乱七八糟，因为我刚拍完一个两天一夜的影片，但我没有拍到任何的幕后花絮，因为真的太忙了。那这个就算是小小的分享。那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，第一个就是我带了哪些东西，带了任何器材，我们就在今天跟大家分享。那第二个就是什么？重量。OK， 就是我带这些器材到底重量如何？因为很多人就是一直问我说：“哦，你带的器材多重？哇，这一袋多重，那一袋多重？我们全部加起来看到底多少重量？”我有一个行李秤，我们就来量一下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如何保养我的器材？就是我每次拿回家拍摄完后，我拿回家我都会做一下清洁的动作，就把任何东西擦干净，不要留下任何脏脏啊，什么手汗啊，就脏脏黏黏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第一个咯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重量好了。 OK， 这个 Yamaha 的袋子里面我就是放所有任何的脚架、单架、云台啊、稳定架都在这个袋子里面， 12.15 公斤。好，那这一袋就是我的随身包包， 5.7 公斤。好，这一个行李箱就是，这一个行李箱里面就是放任何所有摄影器材的东西，13.05 公斤。OK， 最后两个就是灯具了，这个是小灯 ，Aputure 的 Tri 8， 这一盏是 Aputure 300D Mark II， 3.35 公斤。11.95 公斤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两天一夜所有摄影器材的重量。嗯哼，你们自己算吧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多重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所有的摄影器材拿出来摊开在大家面前，因为我要做清洁，然后就顺便分享所有摄影器材，我带任何东西。OK， 这就是我的灯 ，Aputure 300D Mark II， 控制盒啊，所有的灯啊，电线。标准罩，超重的夹座 ，V 挂电池，一片小小的 CTO，3M 超好用的大力胶带 ，Aputure 的遥控器。好，下一个，接下来这个 Aputure 的 Tri 8平板灯，充电线，还有一个灯架转接座。然后接着这个是随身包包，牙刷、护具、护腕啊，电脑啊，眼镜啊，笔啊。衣服啊，滑鼠耳机啊，水啊，电脑变压器啊，接下来这个摄影辅助周边器材，柔光罩，柔光罩里面有柔光布跟格子，聚光格子，灯架，脚架，我的稳定架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摄影箱里面所有的东西了，两个行动电源啊，相机充电器 ，GoPro 充电器，变压器，插头，护腕，电池，还有电池，一盏小小备用的 Aputure 小灯，一瓶还没有开的 Red Bull。镜头，摄影机，备用相机，迷你小脚架，记忆卡跟读卡机，就这样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要清干净所有的摄影器材，因为我不喜欢让我的玩具脏脏的。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，杀菌湿纸巾呗。OK， 清洁完成，浪费超多清洁湿纸巾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分享，分享我这两天一夜到底带了多少摄影器材，还有这些摄影器材到底多重，还有如何清洁这些摄影器材。Yeah， 那这两天一夜的影片一出来的话，我一定会马上跟大家分享。那当然，喜欢我的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我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
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疯狂东西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 Okay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